富豪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影业公司今年将大力进军影坛，除了与王家卫有连串合作外，又投资了周星驰明年的贺岁片《美人鱼》。最近该公司又拉拢两大导演合作拍摄 3D 版《西游降魔篇2》，影片监制将由星爷担任，导演由徐克出任，预计今年8月开拍。影片投资成本约4亿人民币，定档2017年贺岁档期上映。正在深圳忙于为美人鱼杀青的星爷，据知最近多次与徐克接触，双方就剧本和拍摄方向取得初步共识。由于两位导演拍摄风格迥异，在拍摄现场都是权威性人物，所以两位强者合作，外界都认定难免会有意见分歧。不过据悉，今次星爷十分有诚意与徐克合作，在影片正式拍摄时，一切会以徐克做主导，不会过分干涉，尽量给他发挥其魔幻世界。至于演员阵容方面，据悉会尽量启用原班人马，包括舒淇、文章和黄渤，但目前星爷和徐克还各自在忙，所以还没正式会洽谈演员。但初步的消息是，除了上一集的演员外，还会新加入内地年轻偶像演出，而影片的 3D 特效就打算请阿凡达的特效团队担任顾问。由于前年的《西游降魔篇》大卖十几亿，星爷一直有计划开拍续集，不过由于不满意剧本，去年他就改动计划，打算先开拍《美人鱼》，再等降魔篇续集的剧本搞好。星爷知道徐克很有兴趣拍摄《西游记》题材，所以就索性请他来拍，但港媒2月1号想向星爷求证时，他就不愿做出回应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